不用换的，不用花钱的。赚烂赚烂，赚烂赚烂，这100包还是赚的。哇哇哇哇！刚刚碎片吗？死掉的心，红心燃烧了耶！万岁万耶！刚好刚好听到这里，万岁万岁！不用等换下一次威名了。对，看，好耶好耶，恭喜！看，我们跳气球之舞是有用的。登记之舞。然后20包再拼一个。还要不要再拼一个？是做梦。好来啊，等一下，我先截图给 Terry 看，等我一下。太扯啦！耶，终于给我了，这应该是保底哦。有可能。最后20箱，我就不信20箱再给我。怎么那么那个的吧？可能要去拜拜，真的。哇、哦，好可爱哦！抓紧处理，不要。如果20箱中，这20箱中了，我就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啊。怎么跳舞跳不见了？谁？啊！哇，哎、欸，这好帅哦！想我了是不是？要说哎、欸，小飞侠，小飞侠哎、欸，帅哦！长弓，啊，长弓，是是是是，番茄，嗯，东波，耶，有了，我可以好好，今天可以好好睡觉了。真的、哦，好哎、欸，关台了，碎片已经9000了，千岁哦，9000难碎哦，各位。今天会不会破万了？再8000就可以换下一次啊！羡慕，刻个100箱，很多蓝粉，那是花很多钱。哎、欸，这是课长的奶粉吗？克宁奶粉，一起抽了，所以才这样。氪金大佬才会有的奶粉。就是不知道是跟雀魂的许愿是一样啊。哎、欸，说到雀魂，你昨天是没解任务啊？对，我忘记了。哦，没事啊。亏耶。超亏。然后让我今天还没开光遇。会海底捞月吗？啊、不会啊。哎、欸。捞月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你们据点的帕鲁太会吃了，我养不起呀、啊。要不要处理一下？我也觉得，我就刻100箱。不会啊，我们7000颗莓果也不怕他吃啊。会死啦！吃莓果会忧郁啦。吃莓果只会吃到忧郁症、胃溃疡啊！不要再吃了啦。哎、欸，我把全部帕鲁能换的都换了哎、欸。我好不容易把二据点看起来没有这么像劳改。他好像是要先换掉才。哦，二据点我已经放推了，不管了。放推了吗？对他好像要先换哎、欸。换才会再抽到哎、欸！再次大推吊福灵啊！完了，好玩，浪费了我的80几箱。我刚 bug 弹很高，突然以为自己要摔死。我换过你造型吗？嗯，在据点里啊。对啊，可是没有同工会可以救你啊。你刚刚不是在旁边吗？哦。刚刚都我在，我爸擅自了吗？对对对。阿兰萨之爪，阿兰萨之爪了吗？换了啦，佩妮罗巴的威名刚好吧？罗巴这个很香哎，擅自了吧？换了吧，好。威名配传家宝，香的嘞！而且罗巴屁股很赞哎！说什么？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哎呀！啊！五岁岁，你在说什么？五岁岁？哎呦，白屁股就真的很香啊！妹妹回来了没有？罗巴好用哎！感谢小妹妹的追随。不抽蛋他现在连白的都给我碎片，完蛋！
赞雨点，火鼠安安，赤小金安安，可以啊、雪莉安安。红红队变你碎片。废话。啊，现在这样给碎片比较好。就幸好是指的不是给我碎片，真的。幸好指的不是给我碎片。可能有个金的，哎，不可以。哦，金的碎片。600金钻。赞赞。十天吗？十天安安。最后两个。三天没。还到月，真的是会，真的是吐血。没有还没装备啊！想说什么点都太兴奋了，兴奋了！客制化。我忘了什么东西，会自画。好同步哦！啊，一个人跳，我会跟着跳而已啊，没什么，没什么。走进去，快点！我说哦，你们刚跳这个舞啊、哦？哦。可以看外面。对。阿兰萨爪，阿佛指甲，赞啦！什么 lace then boys？ 哦，然后 ESP， 蹲下按那，可以把那个拿出来，要把头拿出来，要蹲下。蹲吧，还是不用？啊，不用。我帅！是谁的头？那动作。香。蹲下按转身会有面具。是拿面不拿头，误会误会。你们甩那个扇子好帅。
谁？哎呦，米米，感谢订阅。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呢！天哪，值了值了！感谢14个月。哇，你是跟姐姐同时订阅的吗？哇，你怎么姐妹妹？跟妹妹同时订阅。我昨天好像吃饼干吃到有点嘴巴痛。OK， 好。我也喝。我们不叫，我帮你叫好吃的。半夜3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嘴巴不能张太开，张太开又右边有点痛，感觉应该是要脱臼还是受伤，蛮痛的。脱臼你不能动啊，脱臼。我不知道啊，就是微微张会痛。可以讲话，但是不能张太大。那我现在在吃饼干，在找死。肌肉受伤之类的吧？应该是，我肩膀也是啊，我肩膀应该也是肌肉受伤。但是就是前2天吃了很多海鲜，以为是痛风，那都吓死我了。痛风？痛风都膝盖还是哪里关节痛啊？关节吧。对啊，关节痛。痛风跟关节、嗯。对啊。就是肩膀啊，肩膀关节在痛，不能抬太高。那、啊、现在好一点了。完了，还是直接转身会比较好一点。不好吧？你们总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警察局在那边捡到一只猫吗？它的特征是很重，不是我。很重。哦、有对，特征很重的猫。很重的猫。猫要自杀了。不是叫非常重吗？这一生都完蛋了。大只的，我觉得蛮大只。对，它超大只的，我看超怕。那应该是我们家那两只，可能加起来还在多一只的感觉。我怎么没看到这新闻？我也想看。小胖猫。去查非常重，应该就会有。对。Serious。你可能搜寻2024年2月7日，然后猫非常重之类的，就应该有了。哦，我看到了，有哦，第一个就是没有骗人，1020想认羊，来的人说想认羊，我说不是认羊，非常重，不是认羊文，是寻找主人、欸。啊，看郊区，是的，非常重，他好胖哦，很可爱啊。他的脸好圆哦。加菲猫，好胖哦。设定。感谢捷通的订阅，有月13个月，感谢。哎，好久不见，你愿意来吃宵夜吗？不要啦，今天下大雨。今天不要啦，今天雨下好大哦，劳了外送员。没开车了耶，对耶。
不是红色的。哈？它是粗的蓝色吗？粗的蓝色吗？对，蓝色的。来了，我来了。我是被我妈来，可是我铲子没了。我来了，我来了，你在正门吗？我在，我逆转进来，我不知道在哪。他们家。小胖。Where are you? 是真门吗？哎，感谢莉莉丝的小起点，感谢杰通的小起点。哎，我今天画的那张图可爱吧？我也觉得很可爱啦，我自己觉得。哈哈，自己说。看到了。点得好，好听。不是。不是哦，人家问说羊毛机怎么盖哦，就用画的给他看啊。800块。等一下我去拿铲子。你怎么就摔？哎，尸体也传走了，可爱。诺诺的尸体也被传进来
对，我传了。哇，开车成功，好不好？被无视了。等一下，对不起，歪女安安啊，记得了，歪女安安，不是无视啦，那看东西啦，抱歉啦，哎谁啦？怎么会说人家无视？我不是故意的欸。好像有狗。Get the fuck out！ 你们那个点可以打狗啊？我知道，让我练习一下嘛。点可以打狗。嗯，就不要到时候狗又穿模。哎呀，这个也是跟哦，头有点痛啊啊啊！在哪里？嗨嗨嗨！在那边打狗也是跟路过去。不是哦。嗨，早安，狗可以打？可以啊，可以啊，狗有生命值。嗯，哦，你在打狗是这个意思吗？哎，我不是狗。出差。我出来看风景。你刚刚那边如果繁星没有叫的话，应该可以全部打死。应该可以啦，应该。如果看到狗被打到的反应，应该可以。
有啊，我看画面有两只狗被引走，我想说哦，好吧，我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没事啊，没事啊，管，管要管，要管小胖死活。之后那个点会改掉啊，就是那个点可以还要改掉，我觉得可能会太难过了吧，搞不好之后连那个音乐盒都躲不了，站上去都搞得躲不了，你也可能狗会到时候伸舌头啊。还有一个模组是可以把打死的尸体带走对不对，新年快乐，还有两天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诞生来了，新年快乐，嘿嘿，进来新年快乐，哎，按个 B 我们可以去看星球，对啊，我去后面 看看风景，嗯，你又不用来卡了，不用来卡外面了，还有人吗？还有人吗？目前没人。他应该在外面，你走啊，走吧走吧。感谢米代的救团啊！大声！我今天有重弄东西过，因为想说那个不是玩会卡吗？我就重安装啊，巴拉巴拉巴拉的一大堆，然后顺便更新驱动。还是会卡欸，完了，可能是东西太多欸。嗨，更新驱动，没有木有啥用啊？完了，该不会要换新电脑了吧？那个弹簧，我就把那些跟我说再刻一百箱。
是还不用吧，我也觉得、欸。有人吗？有人吗？哎、欸，你们在哪里啊？我有带钥匙哎、欸。我死光了吧？哇哇！啊，是不是输定了？哎，看你咬我！哦。很多地雷跟枪塔哦！哇！差一秒再降。哎，真的。死了死了死了！暂时的暂时的，要赶往外跑。附近有逃跑哎，怎么办？他现在还活着吗？我活着啊，但是他们好像都瘫了，没反应。我这边好像没路了。我刚刚面向花男，还可以给他一抱。他在哪里啦？靠腰啊！哇！在学鲁哥说话。我前面都在学你说话，好可怕。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呦，是假的！完了，我这边没路，完蛋了！哈哈，我在逃走，我们好像被困在这里的，好像真的没路。我们好像直接被困住，好像真的没路。啊，小女孩、欸！哎，不要不要！小女孩。
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要再学鹿哥唱《彤彤》了。我投啦！不是那个弹簧头，这个弹簧头想干我。对啊，卡在墙壁，干不了。他应该卡在墙，因为他被锁住了，另外一边是锁住的，另外一边应该是通的，因为没有钥匙。打野，还有花男。OK， 好可怕，我前面还有花男，哈哈哈哈，嗯，两男呢，然后后面好像有小女孩，哈哈，没有了，这是没有了，呵呵。哇，这一小时好煎熬啊！开跳，开跳！我们要好像死了，这东西又不见，它会直接重开。可以，可以。要死翘翘了，然后经过枪塔，你不是从另外一边走过来，然后没听到鹿哥的声音，想说啊，完了，这应该死了。我这里有钥匙，那我去看鹿，一开门直接被牛。你是不是被卡住啊？我没看到你了，又听到声音。对，我被卡了，我重开。那你很衰，小胖一开门就被牛头。重开，等一下哦。啊，有一个要更新的 mod。我昨天本来晚上想开台，很深夜啦，那时候没有睡觉。因为那时候什么你要更新扳手什么扳手哦什么我要扳手我刚讲了什么新的哦哦哦白痴啊模组我要更新新的模组白痴啊啥我要讲什么哦对大半夜啦大半夜那时候大概三四点哎四五点已经四五点了哦。我在弄那个安妮伺服器的那个嘛，我那个小破屋在外面弄那个温泉弄好久，我本来想要弄一个悬空的温泉，然后一个楼梯衔接下来的，
哦，结果那个墙壁好多地方不能盖，我就觉得好气哦。那后来算了算了算了，放在平面上。你应该活着，不好意思，怎么可以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啊！熬夜出百病，有听过这个词吗？每次看中医就只会说不要熬夜啊，不要吃油的炸的，还有不要喝冰的饮料。嗯，你似乎。不是我的肝已经没救了吧？我已经没救了，我在为我们国家栋梁做考量，我们要为了我们将来的幼苗们，对吧？我们幼苗们的肝，新鲜的肝要好好保养，不要走前人的路啊！你已经睡了是啊，你七点才睡啊，你跟我同时间睡耶，我也是七点睡。没有，我跟你讲，累了不睡才叫熬夜，好吗？今天你不累但是你睡那也不这样，但是你今天不会累硬要睡的话睡不着啊，不是？今天你很累啊还不睡，那才叫熬夜。哦，伺服器断开，等一下哦。阿鲁，加入游戏。哎，这是模组没弄好，是不是？我开看看。哎，水果茶，赶快回来，需要你们了。我好烂，我好烂。反正就是深夜开个工作台啊，画画图啊什么之类的。白痴，我看错聊天室了啦白痴，我想说怎么会有个水果茶不曾来这边出现的。两点吃药，七点睡，所以六点又紧急磕一磕才有昏。你看到安妮那边的？不是不是不是，是隔壁主播的，不是安妮那边的啦。嗨，水果茶，谁是谁？拜托拜托。大力。版本错误，你更新了？对，刚刚分开。哎，
我的版本超前，于是难怪我进不去。哎、欸，怎么才敲一下啊？我这个设定是要调，感谢，这是红包，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莉莉丝，谢谢谢谢。我看一下哦，怎么只敲一下？等一下哦，这个不对哎。要这个吧，啊，小气点啊！怎么设定跑掉了？哎、欸，我设定通通跑掉嘞、欸，笑死！难怪我想说你们丢小气点怎么打那么少下？完蛋！有人可以再偷偷丢一些吗？对不起，我不是想练财，我只是想测试。啊！我补你好不好？我补你多敲一点，这个吧。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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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谢啊，怎么啊？谢谢，又是你，谢谢谢谢莉莉丝，谢谢谢谢谢谢。我想说补你多丢一点，有了，感谢感谢，没关系啊，不是要骗你钱啊。如果还是进不来，再用。好，好。我很抱歉，我排挤了大家。那我可以丢水沟吗？可以。所以有了。嗨、啊。早安。早安，早安。啊！重开啦！不是你丢300丢水沟，你干脆抽到500敲我一下嘛，这样不是更好吗？对吧？你看你都400了，你不敲个我一下，你全部丢水沟。看这些人有仇报仇，没仇练拳头的。看看这些人，就这么打得下去？换我卡在墙里。嗨，你好正哦，跟墙壁一样正哎。
我刚刚还看错聊天室，我看你的聊天室去，我还回水果茶说好赶快回来玩，发现你回错聊天室了。阿路有讲话吗？没听到声音。我没有听到他讲话，他没有。哦。刚我在唱歌。哦。不用关麦，那是我。爱查德安安。我不要。还是手手。堂堂安安，我家差点烧起来了，为什么？不会啊，下大雨、欸。哇，诺诺进得来吗？是换他重开也进不来了。帕鲁，我关心一下。王爷，我们主营地还要用，我们主营地还要用木头的吗？太恐怖了！天哪，繁星！哎呦，繁星有听有开有能开声音吗？我跟你讲，繁星，如果你有开声音的话，我刚刚你之后可以回去看刚刚那个记录档，就是你这边不是有一个萤火吗？然后我刚刚骑空窝楼，给边缘人看完我们的平台，我说，哎，来看一下繁星昨天晚上。不睡觉在这边盖的房子的进度，然后我就大概在这个位置下车，然后呢我的空乌龙就下车嘛，它扫过这个萤火，然后我的空乌龙就身上就被萤火扫到了，结果它因为会往前再滑一段，它身上的火就蔓延到你家，哎，然后我刚刚的视角我以为这两片都起火了，到起的吗？吓死我，我想说赶快不然先拆掉一片防止它蔓延还是怎么样，结果我跑过来之后发现好像只是烧到这棵树吧，我不确定，然后就停了，它就没有再烧了啊。所以我们将你家门口这个萤火拆掉了，还是很扯哎，帕鲁扫到火然后又带过去房子烧两次就会没了，好刺激哇，刺激死的！我刚刚，我现在还在看人家对，烧很慢，有什么好怕？烧很慢，它会蔓延吗？它会就是像之前一个慢到另一个，再慢到另一个吗？这个男人，要不然你收精吧，我吓死了我。我昨天就有烧过了，也是帕鲁带到火吗？天哪，会蔓延，但是变慢了，因为我们想说主据点，我们不是，这个配种的 motel 据点跟矿场据点都改的差不多了嘛，然后。
还是整个木头的房子搭出来的会比较有情调，你们不觉得？你们就是纯语风，监狱的狱，所以想说还是用成木头的，但是我就在害怕着火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三个据点其实已经都没有入侵事件了，你们看我直播也是，我们这三个据点都卡到。好，剩下补档。哎，好顺哦。不需要我。不是哦，我那个萤火就不是给他们拿来玩的，他们骑去上面被烤，我你该怎么说？我有意识到那个会蔓延，所以我已经把萤火往那边盖了。啊那个喷火龙去我也没办法。你懂吗？我那个萤火其实距离我那房子有一段距离吧，应该有看到啦，是没啦。然后他说空窝龙下来之后往前走一段路，我想说啊，速度太快了吧，没路。好，没了没了，干嘛？干什么？造反啊！我其实是问说，那你要不要来个就是建筑大赛？有没有？我们场地就是每个人那个。哎呦，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趴着走？怎么了？那边没路了。小女孩吗？啊，就是给人每人5×5的空间，然后看可以盖出什么东西。就应该那也可以啊，反正我们是。就限时时间啊，那限时时间能盖出101也是很强。欸，不是，你跟你讲，5×5你要盖101根本盖不出来，好不好？嗯，就只能盖大楼大厦而已。刚刚是不是说我是你吗？对啊，我是你吗？你真的会死？我是你吗？哎，我上来干嘛？
是我进去喊。有了吗？转起来了，音乐转起来了。这音乐盒的声音也太……有谁要传？我。还有谁？弹出来了，开始救人，开始救人，弹出来了。先传。先传喽。我怎么认识？哦，又不是。先把它秒掉了，把那个弹簧、那个辅导器秒掉了。还有啊，没了。好高，蛋糕。不要讲那个。Oh no！ 不改音乐盒、哦。有啊。我看还是原版的，应该是没差。不改，因为我好像说你们不想改就不改，我自己改就好。我想说马上没影响，没差。改 skin 没差。因为看到好像也不一样。改这样。音乐吓到我了，我在想什么声音？你嗨？对，太多对讲机了吧？是这样。我是三台对讲机。哦，蜘蛛欸，我们登记这个墙塔，一楼门口进来是墙塔啊，有屁电，墙，欸，音乐盒，音乐盒出了，
哎、欸，抱歉。不是我怕，好不好？真的不是我怕。我只是想去帮忙，反正我没有害怕啦，真的啦。猛鬼镇都敢一个人 solo 了，怎么可能会害怕音乐盒？有有有有有。露诺要传吗？露诺，露诺还在里面啊！ 死了，传不动哎、欸！在抱枕蜘蛛哎、欸！哇，抱枕！露诺的等身抱枕。你传不了哎、欸，传不到。外面还有葡萄线。再传一下他的。耶，完了，我没进来哦。可以了，那怎么可以了？那怎么那么厉害？啊，路博死的靠腰。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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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死了？啊？谁？那个 TW。切一下，啊是。啊，路胜你的在里面哦。嗯。哎呦。那歪几啊？不不，哎，是。去帮他吗？他应该可以出来。
T2 关 T2。安静了，听不到声音啊！枪有找到吗？小胖，呀喽！哥，准备死喽！不然还是得带到死。他那个情况，长木头应该处理不了，都没有钥匙的话。那只沙虫直接长在你脚下。那，哎，没东西了。有东西也没救了。没事啊，我擦了葡萄钱。可恶！只能说那个音乐盒声音好大声啊。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超大声，我没有改超大声，这改什么？改成怎样呢？改这个摇滚乐，哇，真的很摇滚，耳朵都要炸。你可以出去把它关了再进来，没关系，一逆传进去就有蜘蛛，我能有什么办法？你有没有带铲子吗？我有啊，但我打不赢。好听。这些的移民换移民，满了。你是被什么杀了？你是被花钱杀了？我是你妈。哎，音乐盒，我想说回去看一下那边怎么样，他还没收钱。对啊，因为我在里面啊。有拉吗？还没吧？还没。啊，怎么就是选的康和尼不拉拉杆啦？谁拉？啊哈，是我了。大鸭哥，你们死了！哎、欸，我刚感谢过了吗？感谢珍惜的5000小起点，不知道有没有珍惜，不知道，感谢。你要带？要带我家买。这个狗要拿去卖吗？不卖啊。我没事。啊？你想干什么？
那个东西是什么？有那个东西吗？我感觉不用买这些钢啊，还够吗？看着还够吗？哎、欸，还不出来哎、欸。前世也有想升级吗？该升的升，该升的升一个。可以升血量啊，升血量升费啊。哎、欸，小心被被压死！我超快，拿完这个子弹就没了。升费是什么？耐力吗？背一颗浪，一颗浪。等一下，等一下。OK， 不过钱的。自杀是不是？ Fuck， 我不下去。别跳高。好可怕。哎，对，跳高。我觉得最好是不要买跳高，搞不好会撞到那个屋顶。吓到他！啊！我看到有人想对我做坏事。走喽，走喽！爸爷，爸爸。等一下，一个叫花我就下去。啊，他叫来，他喉咙差点没死。汪！Contract。Assurance。有要接任务吗？我要地截图。Freaking it。
下传家宝的开始。挖一堆地雷，你说觉得比小维的一万，我觉得没有哎、欸。范西在说啥？啊啊，这样听得到声音是不是？嗨，这边有大秘宝是不是？什么都在这里？小胖，那个是啊，安全，安全门。你确定吗？骗你干嘛？去啦！信任呢？
露诺你可以吗？露诺。东西掉在哪？左边。哪里啊？你的伞。有狗，外面有狗。开门。电回来吗？我不知道，没看到。我来。现在有狗。龙小姐吗？不知道死在哪里，只知道大概。啊、你看一下啊，对哦，他你把他穿回来，我想说看一下他的画面，因为那边有花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花男拖了，被花男扭走了，不知道在哪里。这我不知道。我刚刚其他画面还是被花男拖着走。哦，那确实。看看，开门，先帮我看个门吧。可以。我进去。他说：“笨狗开门呢、欸，你还敢开啊？”不是啊。笨狗开门。那只狗。扣20%，如果两个字体没活动，应该是10%。刚那个狗都直接在我掉前面，超可怕！只能说那个沙发真的是有点矮，我以为不会数，结果史莱姆上来的，干！想说后面怎么听到史莱姆的反刍的声音？反刍？对啊，有没有？要不要去看路伯那边？然后突然听到哇哇，你就死了。好重，三小羊。没关系，我是腰带。
腰带杀手。哎，波奇，等一下，你来一下。啊，来捡这个。自。手上先拿三个这个黄色的，之后再拿那个收音机，走走看。再拿收音机。我一六。哎，要不要再带个腰带？再带个腰带。哎，再带个腰带。再拿一个腰带。再随便捡点其他东西，茶壶之类的。哦，你217耶，你要完了。啊，就对，很重啊。超重。腰带好吗？你要啊。手机。哦。超重哎、欸！好玩好玩。对，都是玩到后面会开始卡哎、欸。感谢蔡丁丁的五场观看。你说什么？扇子掉下去。是不是有人在找中控？谁找中控？算了，我刚刚听到。有要中控吗？没有。
有巨人喽。七点半，七点半，有狗。
死我！全员生还。我刚刚听到怪在学路中说：“哎，分析。”我回头看了一下，干嘛？没有全员生还，他死了两个人嘞。啊，路诺。没有，我说我们三个。哦，那102发，超重。你换一个想法，啊，这一拳不是可以变一级的，他用手臂敲死，敲不死啊。硬核糖能否求死？硬怀安安。哎，打不死蜘蛛啊！真的哦。误区有地雷啊！我以为你是速度太快跳死。然后被爆裂的速度就没了。礼物看到地雷了。OK。你真的不适合开礼物品类，好危险。完了，没有要到Terry啦。等一下，在那个下一把呢。哇，我没想到我走得回来。医学奇迹。
不行，我现在好卡，我不能跑。嘴巴这么说，身体很老实嘛，何西。完了，我又过得去，回不来。哎，可以哎，好喂。你抓到人做坏？不是，我才刚刚开始，一开始把谁放前面的？相信我。做坏事啊！坐一下、啊哎，哎呀，被带坏了。那我就喜欢这样。我也是。买一下空投，加下空投。说实在，我觉得你的屁电真的有可能害死了。不是我拿的，是有两个屁电。需要什么？小心平台有屁电哦。
哎、欸，可以走了，走吧走吧。小女孩。出现在我的眼前，刚关好的门口，我一走过去看到他，哎，我还不能过去那条路上面。我要澄清一下，这一局我一个屁垫都没有捡，不是我。是我知道是谁。是是一群暴食，很危险的。我现在有6000块耶。整台上，弓箭啊！你要整台哦，不行吧？不行。马祖降生可怎么办？我们家想听马祖叫就去一下晚安。我哪拉长啊？靠，按错了。Sorry， 按错了。没有、啊。你太敢了。我敢啊，又不是没死过。好，你去去。来来来。来来。拜拜。拜拜，没死过。先扣20%。把东西卖一卖就不会有其他的。要买啥？缺啥？哇，我感觉可以，我觉得不要买太多哎，不然好卡哦。哎、欸，铲子只要6块哎。买100把。那不是说不要？好哎，森满安。啊，又过去了。Hello。Hello。你玩到后面会不会开始卡、啊？你们记得把我钱全部花光嘞！啊，还有刹车架，已经死两个人了，等下还有第三个人哦。没有，没有比，我没有比。不过三，是不过三，再来，肢体还不够。再来，是要更多的尸体。怎么就去煮了呗？我这么会捡，我没差、啊。对啊，就是。
听到了，还喜欢东西买一买。我一个怨灵通灵给他，跟他讲不要买了。拿不动了，通灵大赛，盘子太多了吧？啊、这个可以，我可以玩一个吗？走、啊、丢？怎么丢？按两下左键，按两下左键，我试一下。他在放在地上，哎，按错了。他在放在地上，没有丢过去。没了没了。拿完了吗？拿完了。你既然可以不用捡，没事。我刚打错了。啊，不用捡了。我可以去找老板玩吗？去啊！我想找老板玩。哎。要皮不行，要皮。我可是我很安全。没有，你不安全。他很乖，他不会咬我。哦，那我要个 Terry， 我要 Terry， 咬个 Terry。又不是没死过。最后一轮。最后一轮了。我啦。最后一轮，然后就一个就走了。那就行了哦，不能哦，今天提前守岁了吗？什么？我说要今天提前守岁吗？哦，人员太啊！哇，登场自带 BGM 哎、欸，帅、欸！好猛哦！好冷。喂。你好。你好。哎，我们的电枪不见了。你刚刚跟我弄同一个模子。啊？开。电枪。不见了。我。哎、欸，什么东西？在这里啊。音乐和快音乐、啊。你要吗？你唱。谁要开到地雷？谁要开到地雷？什么换音乐？不是打这里会有地雷？那边有个地雷啊！你从终端机可以看到那边个地雷，好像在 M6 吧？那他不是爆过了？他不是爆过了喂，危险！喂，大家远一点。喂，喂，说你刚说啥？哦，哎、欸，可是我没有那个档案，所以我应该是旧的。那是旧的，是旧的。你想换就跟我说。那算了。他真的很吵。我保护我的耳膜。安静充电。嗯，拜拜。直接遇到蜘蛛吧，妈呀！有人开场变成暴政了。
回。啊？怎么？哈哈。OK。我们钥匙剩一把哦。对。墨湖安安，哦，没拿对讲机啊，白痴哦。不过呢，高水，等我一下，我先把这台车送上去再喝。喝水。嗨，全员生还。阿布，还我！我看小李还会死。哈哈哈！太死了，太惨了，他卡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我的死路。不行。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你刚刚是没开对讲机吗？我吗？跟你们说晚安。是。我发现我没有。我在那边，救命！我觉得我要死了。不是，我也是那时候刚打开终端机，因为我刚传那个啊，传 Peter 啊。好，我是个废人。传送交给你，让他们剩我挂路。太坏了吧？没有啦，相信我啦。那、啊、你怎么死的？啊？你怎么死的？这个尸横铁，我被蜘蛛咬伤。哦，爸爸怎么死？关泰瑞应该穿在附近。艾瑞先被蜘蛛咬死，对，我看到他抱着，对，把蜘蛛咬完他要跑来咬我，没了，中间可以了，我直接拉了，对，没了，可以走，怎么有衰小大将军，怎么我们走侧门都没啊！怎么侧门都没事，正门都死了，正门到底怎么了？正门怎么？是单身大暴走是吧？对，等于是单身大暴走。单身大暴走。哎，如果被花篮弄死了。
哎呀，肉肉也被蜘蛛打死，真的假的？哎，我也是蜘蛛打死的。有两个被扭头是谁？我看到怒本被扭，我忍不住了，跟着上去被扭。皮死，对，真的是皮死。我们两个是皮死的。你以为可以跟我一样，你跟我一样可以一拳拍死花人吗？不是，他就把他扭走了哦。我是一真他妈男的火吗？管他！再传一句还会出事。我被收起来了，救命！谁呀？是脚吗？我觉得这一场好压迫，发生什么事情？喵。
晚安。我被卡在墙壁里面了。传一下状况。可以延续。链子，我那一声骗子特别好笑。花男哦，又是暴枕啊，又是他。谁啊，我看一下。Terry。又是他。又是暴枕。啊！有点皮。叫什么吗？救我！救我！快救我！超级惊险！超级惊险！快救我！好可怕！谢谢，你就冲过去就好了。等回去的话可以。我抓死路。你要传是不是？人急需传送。感谢。哇，用生命在呼喊，交炮传送。有爆炸了。对于整身大爆。对啊，两次了，出周边了吧？对，我刚刚是很好笑，可是我没得录影。嗯，刚找不到录音的迷路，然后在前面出车就想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跳到书柜上面，然后他过来找我，我看他网有怪，有，啊、看到他网有那个地方，我就跟着他。你在扮演花男哦。我是狗吗？巨人，给你装进去。7:20。狗。太凶了！怎么又变成抱枕下去了？啊！佩瑞抱枕第二册啊！
全没有体验，没有任何体验可以。好玩游戏，妈的好玩游戏，妈的好玩游戏，好玩，好玩。传我就看我哪次不会死，看你还是不要一直传，就一直消耗大家的资源。我藏在地雷上，这些人肉。不是两只史莱姆啊，什么？等一下，他要死了。我刚刚来问他说：“哎，等一下你怎么还没死？”结果小胖要排列，他就搏击。哦，难怪你们一群人刚在那边哦。
干嘛呢？这样阿路要死了，我传不了他哎、欸。你附近没人。有狗有巨人咯。开门啊！开门啊！传铁鱼干啥？那个。
笑死！不小心被他整特了，出保险了，我看到了，哈哈，白痴巨人啊！很皮呢，没有，这是叫留好后路，你们被咬了，还有我。虽然是你不小心太近被踢熟了，努伯，是吧？踢死了，对。骗子，这我已经是老板了。啊，我不知道哎、欸。这我已经是老板了。我不知道哎、欸，叫老板。有差吗？这老板还不是一直死？我那肚子好像很想卖东西。玩得太凶了吧？没有吧？枇杷膏好吃吗？我怎么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咬东西声音那么明显。不一定是枇杷膏啊。啊，就说有装监视器啊。麻竹之类的。哦，吃麻竹是不是？也是啦。此房间最大可容纳人数，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水果茶还玩吗？水果茶。好冷，好冷哦！明天是除夕夜吗？好像是除夕夜。明天除，应该说今天除夕了。小年夜，啊，今天是小年夜，啊，明天就是除夕了啊！不是过十二点了，上线，对啊，今天除夕，要买东西吗？没有就走了，有缺什么吗？祖南。你可以推我，我是 boss 哎、欸。对，只有我不是 boss、啊。动不了，动不了。捡东西啊！
对讲机。哎呀，都卡烂了，真的。不用买吧。对啊，东西太多了，那个铲子。太多了。Yeah.你说铲子六块可以买？买600把铲子。这个手电筒是怎样？好多、啊。买的，我怎么会买？铲子那一波各买12个。哎、欸，有人要升级吗？香，香。来，走吧。可以买一个喷水包。喷水包。好的，鹿哥。嗯？怎么了？哇，不行了。好。不行了是怎样？不行了。啊，被扁了。啊好，可以啊，去收钱。直接去，直接去收钱。拜拜。没有。直接关了没关系。来，可以买3个破箱这舞看起来好累哦。嗯，这个舞膝盖会很酸。哎、欸，为什么？对啊。好，拜拜拜拜拜拜，鹿哥拜拜。拜拜，鹿哥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嗯，也许。不要脱发。可以。那我看起来拜拜。啊，看起来要脱发了。进来，数了，要数。还是，好啊，我回来，我就不行了。刚刚好，让你刚下班。哎、欸，你要走了呢？去哪了？要走了呢，要去哪？要回来吗？嗯？怎么了？没有啊，我在船上啊。打小胖嘞？他说。摔死，压死。哈哈哈哈哈！走吧，走吧。拜拜。Terry， 要自闭了 ，Terry。要自闭耶。没事啦，就只是死一两次的事。哎、欸，兔子，他帮你扛下所有、欸，哎，差不多了。帮我轮流吧，下次我说呀。你扛了80%，撸墙壁撸到死掉。可以，不行，不行。来来，就送，好久不见，新年快乐。亲，哎呀，哎呀，水果茶，等一下，等等，刚刚有人要开船，差点就要被搅螃蟹了。新年快乐，各位！新的一年有你们，很好。The broadcaster 是我。问路过，路过什么 ？Oh well， 什么 broadcaster？ 后台可以关久一点。这锅茶嘞？
戏坏了。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游戏都坏了。是跟我一样吗？你是视窗都打不开吗？就是黑色那个跑城市的视窗都打不开吗？我最后解决方法是那个重装。重装？对。还是等于说那个那个软体重装？游戏没差，软体重装。发生错误。你装这个，你装这个。只是你装这个版本的话，音乐会很吵，超级吵。看你要不要装。如果不要的话，你就把那个最下面那个什么 Jester 还是什么的那个 Flybird 啊、哦、Flybird 的那个 mod 把它关掉掉。Freebird 啊、哦。Flybird， 是 Freebird 随便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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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吗？那是，就是很摇滚的那个。我打 free bird 就是 free bird jester， 好好笑。哈哈。配了音乐。Terry 是一个好奇探头，然后你就死了，就在我眼前死了。我不知道到底是干一百滴血就这么脆弱吗？我命离他远。我是玻璃是不是？你应该是擦边伤害。我是玻璃娃娃哎、欸！你被雨波震碎心脏了。画面实在是有些荒谬。啊，这比白甲还脆弱哎、欸！我想说，可以排雷，然后会叫我去排雷。嗯。然后就冲过去，看到有人死了，就很奇怪了。这个有点像那个香塔达奥。为什么我还是橘色的衣服啊？嗯。因为你没进来，进来吗？没有啊，你是有颜色的。那我看自己是橘色的，那就吧。可以，我们知道你长怎样就好了。高金生，二。那我抽到离森。好久没玩的地图。拜托。陈家宝已经抽到了，给我离森好不好？拜托。我手上拿铲子，然后。是闪弹枪啊！
出发喽！完蛋，刚没跟着走。完蛋，想尿尿。我们这边有一个枪塔。说什么？这里有大门吗？那边，那边，那边。你死了吗？找到祭坛了，那个。没中控，没中控。OK。好的，去谈呢。是吧？回去当中控，等我一下。都会剪一下，都会剪一下。剪什么？后面那个一个装垃圾的那个停止标。我没看到哦，哇！我第一次捡到这个哎，好开心哦！哇，露诺，这真的是我生平第一次捡到这个哎。什么？中控有人吗？没有，我现在跑去中控。OK。咦？有人死掉了。祭坛在哪里？这边，左边，左边，左边，这个我记得是这边。祭坛，祭坛，我说祭坛。哦，对不起，不知道。喂。嗨。嗨，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消失了，是爆脸了。哦。哪个门？枪塔。你们前面有胡桃，上面有胡桃钱哦。你要 C two 的是不是？欸，五点了，五点半。路宝被扭了。你们找得到出口吗？防火门在上去那边。回去刚刚对着那个方向，不，小胖你现在的方向，对上去，然后后边右边那个门，左边吧，对，这是大门，他们要去大门。哦。你那边有杀虫了哦。
在活着吗？还在走。送点不下去，我只能说，哎、欸，好玩游戏。你可能是白给的感觉。反正好难出的位置太白痴了，莫名其妙。退子，你要死了没？退子。我已经死了，我不是已经死了吗？刚死了，被狗咬走了，被狗吃了。那我应该可以顺利一点的。只是我玩到整整一天啦。妈的，不要吵！要拆炸！
出来。没人了，没人了，里面没人了。想尿尿。哇！哎呦！会被花男抓走。好了，你们不久枪塔，自己小心。把你前面糊到前。他过来了。啊，撸死了！他去打斧头去。从防火门进去还是从？他撸死了。可以走了吧？可以走了、欸，没人了。哎、欸。哇，小女孩过来啊，小女孩。嗯。奈不安安。是不是啊？开门进去，小女孩就来找我。我一听到诺克死了，就往里面冲哎、欸，太可怕了！什么样的精神？跟我刚一样啊，诺克被扭头就冲进去跟他拼命啊。被花男击倒。对啊。我想把那个他妈的。路博整身大爆的是我的，花男气死我了。路博整身大爆的是我的，把这个这样子信念冲了进去。我真的是要出，直接被胡桃姐一脸。要去拆炸弹吗？一张图。拆，拆啦，哪次不拆？拆啦，反正也是炸掉而已。那也是哪次能够活？三条啦，怎么变得这么愤世嫉俗？哪次能够活？是三图吗？还是十？哎，要确定的。下雨，没事啊，铁弟。我真的是，你只是滑下去。喂，今天有人帮我带班。哈喽，好想吃大餐。
到。明天就去吃大餐。哎、欸，小心小心！这什么？这什么？什么？这什么？这什么？我找到炸弹了！那个会沉下去的。地板很危险。炸弹也要打这一门吗 ？Look up, look up。下船就有那个被他。所以我不打。D209。操你妈！拆个蛋，这僵尸在我面前怎样？啊，那个 look up， 然后空格序号。蓝色、绿色、红色。好的，好的。就从上面看下去，还是从下面看？抓电池喽！这好像没录了，没录了，没电池。干嘛？有啥？嗯，走过来就有一滩。OK。我回来了吗？操门门的。没有。差点。
那个吗？那个储柜区吗？储柜区好像有东西。储柜区在我前面吗？在附近。看到了。受伤最严重的员工，重。怎么可以那么恐怖？我只想上。好多面具哦。
会剪的。应该东西不用买吧，还很多。东西已经满成这个样子了。哦，怎么没事？听起来有点很可惜一样，太过分了。因为每次我都会死。就是心跳，钱多到不能那个东西不下手了，拿下去就要那个。我是回来把我的状态升一升。我的模组模拟器已经 crash 掉了。嗯。吃饭，不得过除夕。9号，哦，是除夕吗？不是吧？初除夕，不是啊，除夕，现在已经九号了。对哦。走了吗？火箭，对啊，那火箭不是点两下吗？刚不是有人说点两下？哦，点两下。可是我还是这壳坏掉了，你要换另外。哎、欸，可是我那时候是左键压住就好了呢。感觉坏掉了哎。哎、欸，为什么？应该没有买东西吧？我们怎么说296啊？我买什么东西？不会买。你们不是升能力吗？还电枪跟喷射钩。啊。玩吗？我是可以玩到天荒地老啦。我是那么凶的吗？你说今天吗？先去休息啊！修修修你妈逼！你要我直接一个修你妈逼，这么凶！你要留下来，走的要是我，我去画画啦，我去画画，你们玩。OK， 画画了。哎、欸，你那个是想要头上荷包蛋还是猫耳啊？头上荷包蛋还是什么？我在 DC 私讯你。好啊，好啊，Harry 要坚强。好啦，没有，因为等一下画画啊，有在弄那个 GIF 图，所以等一下来画个图。对，如果晚上还睡不着再开台，好吧？你看又这个了，就怪怪的。好啦，各位说晚安。说拜拜，说拜拜。歪姐晚安，没了。雪莉晚安。
花音晚安，花铃音晚安，霍叔晚安，丽恩晚安。歪女，对不起，歪女，歪女，歪女，对不起，对不起，下次再叫错，我赏你一个五码，好不好？下次再叫错，就送你一个五码。这样子好像是我比较赚了。没啦，没啦，没啦，乱讲的，乱讲。歪女，抱歉，抱歉，抱歉，叫错了，叫错了。好啦，我们去。奇怪，说要小怕一下的，怎么开到现在啊，骗子！骗子没差，不行不行不行。好啦，大家起飞啦，来去帕鲁的世界啦。晚安晚安。